讯 OK 最具人气榜 Top 8，轩逸杨云行前三，王俊凯垫底热挖第一。腾讯 OK 最具人气榜 Top 8，乔凯千玺上榜，轩逸萨利前三，热巴夺冠，一迪丽热巴 1.5 亿人气值，迪丽热巴1992年6月3日出生于乌鲁木齐，中国内地女演员，维吾尔族，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她有天真烂漫的一面，也有坚韧的一面，在一个集体中，她不抢风头，用自己的努力完成着各项任务。当一个人时，她又可以独当一面。二，火箭少女101杨云行 1.33 亿人气值，杨云行英文名 Sally，泰国人，可米领域传媒旗下艺人，6月23日在创造101总决赛作为火箭少女成员出道。我对 Sally 一直都挺欣赏的，声音很有质感，舞台不说跳得多好，但是的确有让人一眼看到的魅力。最重要的是，我觉得她这个人挺真的，一个很真诚也很善良的女孩子。三，火箭少女101吴宣仪 1.23 亿人气之吴宣仪 ,1995 年1月26日出生于海南，中国女歌手，女子演唱组合宇宙少女成员之一，6月23日在创造101总决赛作为火箭少女成员出道。吴宣仪拥有魅力的笑颜，充满正向的能量，是个无时无刻都能保持开朗笑容并让周边的人感到快乐的阳光女孩。四，赵丽颖 1.15 亿人气值，赵丽颖1987年10月16日出生于河北省廊坊市，中国内地影视女演员，她塑造的每一个人物都是特色鲜明的，都是非常丰满且完整的。也许跟她的经历有关，她似乎更偏向于体验式表演，所以很多时候她就是角色本身，好像她没有在拍戏，只是在演绎她自己而已。五，肖战 1.01 亿人气之肖战1991年10月5日出生于重庆，中国内地男演员歌手。肖战有着优越的身高，元气的笑容，言谈间散发出一种邻家学长的亲和气质。肖战是一个具有潜力的人，在唱歌时音乐与他融为了一体，将温暖治愈的声线放大到充满能量。六，胡一天 8948.52 万人气值，胡一天1993年12月26日出生于浙江杭州，中国内地男演员，他外形清新，又是典型的摩羯座性格，外冷内热的特点与他在电视剧是我们单纯的小美好所饰演的江晨一角不谋而合，剧迷纷纷表示他就是人们心里的江晨，像是从书中走出来一样。七，易烊千玺 8161.90 万人气值，易烊千玺 Jackson 2000年11月28日出生于湖南怀化，中国内地流行乐男歌手、舞者、演员，华语演唱组合 TFBOYS 成员。易烊千玺熟悉多种舞蹈，还会跆拳道、书法、乐器等，多才多艺的他在队里是最小的成员，却很乖巧，深受大家喜爱。八，王俊凯 8015.49 万人气值，王俊凯1999年9月21日生于中国重庆，中国内地男歌手、演员、 TFBOYS 队长。王俊凯面对镜头十分淡定，台风气场强，在生活中